说不定那个站长他也是本地人啊，他已经年纪大，也没有办法再晋升了的那样，他才会这样讲。哦，你看这里就适合种花生、枇杷。啊，因此这里是替代道路哦，没有走外面的台九线。等一下也会切，还是会也是会接嘛，也会切枇杷嘛，现在是产季啊，太贵了啊。这里算出入嘛，出入村。哦，枇杷好贵哦，他们怎么都不怕人家偷？都是私人的土地啊，种枇杷、释迦、芭乐。这东三十七，东三十七还是产业道路？释迦应该是可以采的。哎呀，那你拔一百倍干嘛？没有必要这样。第一次往上路，这茶叶吗？不是，为什么？不是，有啊，有修剪过的痕迹啊。想象，比方说啦，每次人家会说出去的时候，你这个芭乐什么时候可以采呀、啊？苹果什么时候可以采？啊，就是主人不在家的时候可以采。哦，现在走的这条路叫东三十七，三十七。对啊，我刚才看路标的。等一下要转东四十六乡道。哦，错。哎，就算你没来过，你就看着路标啊，也可以的。马路应该在这地方。哦。那个是，这个是。北南西啊。北南西啊。是寒山吗？我们现在是下山的方向。下山不会晕车的，上山比较。北工作向北工作。